尸体就放在那个树枝底下，没有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是把它放在这里的，我发誓，真的是在这里。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吃药？我没有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药了，你们为什么都不愿意相信我？可是事实摆在这里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哎，林泰，林泰。 我的命啊！还有，讨厌啦，那个样子。哎，我现在除了这鬼样子，我还有什么？啊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当然是吓个半死。我怎么说，他怎么做喽？不要太有自信了。他跑到特别队去自首了。 要不是这阵子啊，我累积了很多他吃药、脑筋有阿达的印象，早就功亏一篑了。越到最后关头，越要小心。所有事情的发展都在你的计算当中。你先是要我在他的饭菜里下药，让他产生幻觉，再让警察看到他不正常的样子，再故意找两个流氓吓他。 让他以为你真的要杀他，再来啊，就是我这个倒霉的情妇被你海 K， 结果两个可怜女人凑在一起，就只能杀你以求自保喽。像你这么阴险、心机这么重的男人，真的应该让你死掉。大好的人生才刚开始，要享受啊，谈什么死啊？ 这样做，他会认为自己是凶手吗？我不找两个人冒充分局的刑警，又吓得了他吗？只有这样做，才会让他心甘情愿的自己去押房子，去领存款，把所有的钱变成美金。到最后的时刻，你才会真正下手杀他。到时候，所有人都只会认为是他自己变卖财产跑掉。太可怕的毒计了。 这哪里是人脑袋想出来的？这是一句恭维的话吧？表示你跟的是一个超人啊！要不了多久，马上就可以出国逍遥，一辈子享受不尽啊！记住，你现在只管催他，把一切值钱的通通卖掉，一切照计划进行，懂？ 这一天我是用拍新的啦，赞赞赞赞！ 我是什么款的人？你是一个哦，歹心肝无情的暗算。找我，我要创啥？找你哦，来代理我。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